哇，也太浪漫了吧！莫非tu es rentrée？Ah oui, tu n'as pas encore couché? Je peux te demander qu'est-ce qui est arrivé à cette lumière? Mon fait, tu ne sais pas? C'est ton copain qui les a préparés pour toi. Mon copain? Oui, c'est le jeune homme chinois, grand et beau. C'est lui qui s'est blessé pour te protéger. Il m'a dit que c'est dangereux quand il fait trop sombre.你脸亮的，我的夜晚，那以后就让我来守护你的梦吧。你怎么突然回来啦？你相什么呢？脸都笑红了。呀，你还记得给我带口红呢？不是这个，我不是告诉你色号了吗？要不对的话，自己去买一个你喜欢的色号啊。不是，哎，表哥，你有没有见到莫菲姐啊？啊，表哥，你有没有见到莫？ 莫菲，你在给谁做衣服呢？
学校要求我们呀，做一件成衣交上去。我打算做一件华服。华服啊，就是中国元素的服装。前两年呢，我申请学校都是用西式的剪裁，今年我换了个思路，用了中国风的元素。结果你猜怎么着？我就站在了这里，所以我想安德利肯定也喜欢。你是打算用唐总送的布料做这款吗？你到底怎么想的呀？你是不是喜欢唐总啊？唐总呢，深沉内敛，不苟言笑的样子，又酷又帅。方小鱼吧，虽然看起来有点不太靠谱，但是他幽默，外形还俊朗，不太好选。莫非，啊，我跟你说话呢。哎呦，我说今天天气不错，要不我们一会儿去踏青吧？你少跟我扯开话题啊，我还在等你回答我问题呢。哎呀，这谈恋爱又不是去菜市场买菜，想买哪个就买哪个。可是唐明轩和方小鱼啊，这么两个优秀的人，你闭着眼睛选都不会有错的。我知道了。选了唐总对吧？你要用他送的布料。你喜欢唐明轩？多多，这件衣服是按照你的尺寸做的，等我交完作业拿回来之后就送给你。莫非，嗯，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因为你也对我很好呀。真的吗？嗯。只不过今天晚上我要赶工，没办法做晚饭，要不你出去买点什么吃的？今天的晚餐呢，包在我身上。嗯，你想吃什么呀？吃什么都行。行，你等我吧。嗯。这么开心啊，帮你留了车。哦，谢谢你啊。我有一个设计上的问题想问问你。哦，可是我现在打工来不及了。那就一边走一边说。其实我不是特别想听。不想听我说话？想听唐明轩说话？对啊。你喜欢他？对啊，我喜欢他。不过我说，你也太过于干涉我的生活了吧？我只是想提醒你，他并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再见。康不是挺开心的吗？